就像我们张老师说的，我也非常希望呢，以后有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到我们的民俗活动，然后参与到我们的民俗活动当中来。那非常感谢三位专家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我们再会。哎，张老师再见。饮饮鸡笼酒随你饮嘞，西宫从派去了帮扶耶，明扎米娘村平安伴侬闲闲，出了门前作太福，都可以福海神书闲，开桥温柔共合法，能温能武推推闲。客家人计算甜苦辣，生意讲也讲唔埋。将将计阿妹要你看嘞，大新婚来春游，头发结发真艳，云龙桥下走故事嘞，村村步步向身返，你就感动也欢喜。开枪梦样推推脸，行家人给风云，进了你路，闯一山沟。